太原病毒大患者，已经是酒店出游，南下封锁酒店十四日。咪真系解咗嗰日？常在是知。就暗就嗱，出面陈设嗰个花集。拍电影其中一样好吸引我嘅地方就系、是、真系好多人去好努力咁样样去做好一件事。黄生，而今次可以同咁多位一齐，就当然仲要哇，位位都系咁有实力，位位都系影帝级。影帝，劲大家好快咁样做好晒所有嘢，拍过咁耐戏以嚟啊，第一次遇见嘅能量。走呢边走啊，冲咗出去啊嘛，一棒。咁我觉得好神奇嘅，我哋喺咁短时间之内可以创作一个剧本啦。系嗰件有意义嘅事，系货我哋香港嘅电影人。你唔好成日谂我话俾个疫情困住，我唔系嘅，喺度准备下一个工作嘅啫，保持翻个心境啊状态，一松翻嘅时候，你可以即刻做。凡事咪放弃，因为总是有爱在隔离，总是有爱在隔离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一定撑得过。